現在我們將會由青山分區助理指揮官、行動總督察金岳俊先生就最終檢獲懷疑為走私用途而建造的船隻作出案情簡報嘅。而家時間交俾阿金 Sir。好，唔該。各位午安啊！我是屯門青山分區助理指揮官行動總督察金學俊，在我身邊是屯門警區反三合會行動組第一隊主管梁冠豪督察。接著下來呢，我會為大家簡報一個在10月21號剛剛個星期四在屯門警區進行的反走私和反非法入境的行動。行動之中，青山分區人員呢在屯門龍鼓灘黏灣徑發現了一個收藏懷疑收藏走私快艇的地方。經過搜查之後呢，我們共檢獲4艘懷疑走私的快艇，亦都是配備了14個沿岸引擎的大飛，估計市值超過400萬。警方連日來呢就聯同各個執法部門加強打擊走私和非法入境的活動。在10月21號清晨5時30分，屯門警區人員就巡經龍鼓灘黏灣徑近海灘的位置，期間就發現了一個懷疑儲存走私快艇的位置的地方。這個地方佔地約8000呎，離海岸線亦都是少於20米，如果在潮漲的時候更加是少於10米。而鄰近這個沙灘位置呢，亦都是有人呢是故意呢放置了6個的貨櫃箱，刻意呢去阻擋警方的巡邏視線。另外呢，亦都是加建了一道3米高的鐵閘，而旁邊呢亦都是充滿了超過一些2米高的叢林，令到呢地方呢是非常之隱蔽，有利呢一些犯罪的團體呢就在上次進行一些非法的活動。於是呢，我們就聯同了水警西分區的同事聯合行動，及後呢就發現了在貨櫃裡面呢就有一些工業用的油渣，俗稱呢就是紅油。於是呢，我們就聯同了消防署和地政署的同事呢就去協助，要求他們協助。而這四艘懷疑走私的快艇呢，分別呢都是長15米、闊4米、高2米，而每一艘的快艇呢都分別呢配置了3至4部的沿岸引擎，而這些引擎呢每一部呢都超過450匹的馬力。如果這些大飛在海上面航行的話呢，估計個時速呢是高達50海里，亦即是說在我們陸地上面的行車個時速呢是超過90公里的。而大家可以見到這些船的船身是油了黑色，船上面亦都是沒有任何的照明裝置，如果在晚上行駛的話，其他人是未必察覺到的。加上它的船身是用一些鋼鐵去造成，而在高速相撞的期間，很大機會會令到其他船隻是沉沒，甚至乎是會沉沒的。所以呢，這四隻大飛呢其實是對於我們執法人員甚至乎其他在海上使用的人士呢都是構成一個嚴重的威脅。我想在這裡重申，警方是會繼續聯同其他執法的部門在陸上和海上加強行動，打擊呢不法分子的走私和非法入境的活動。同時呢，我希望借助這個機會，如果市民在陸上或者海上面發現到有任何的罪案呢，請即致電我們警方，大家攜手合作，多謝。問題時間，現場傳媒有沒有發問？南山這位，《星島日報》的，是Sir，想問一下呢，即係咁大壓力咧，咁佢而家喺依個貨倉嘅位置咧，佢係咪直接有一個即係可以喺裏面嗰度落水，即係直接出去啦。同埋另外咧，佢船即係呢啲咁嘅船咧，佢有冇即係一啲船身嘅編號啦？即係有冇喺呢個海事處登記啊咁樣嘅咧？啊，唔該。好，先答你第一個問題。咁
呢個第一個問題咧，我哋都係我哋嘅調查方向嚟嘅。究竟啲船係點樣可以運到喺呢個地方嘅咧？有機會咧，我哋唔排除佢哋係透過咧陸路咧係由貨車運到嚟呢度，亦都係有機會咧係放咗喺一啲拖架上面，用啲帆布冚住咧駛咗入嚟。另外咧，亦都係唔排除咧，佢哋可能喺海上面咧，透過海上面咧就駛咗入嚟之後咧，就再用其他方法咧就運去呢個地方。因為頭先所講啦，就係好近呢個海岸線嘅，係啦，係第二個問題。有冇船身嘅登記啊，或者海事處登記？船身初步表面我哋檢查揾唔到有任何嘅登記嘅編號嘅，咁但係咧進一步咧又要通知海事處嘅同事咧作出一個全面嘅檢查，咁我哋先可以肯定咧有關嘅編號嘅。好，仲有冇？咁如果冇，今日講到完畢啦，唔該曬大家。係，多謝。唔該曬。唔該曬。攞翻個電話啊！好啦，慢慢啦。